白龙雪出来采购零食。我来看一下，哎，真的看我嚼嚼。好，这个一桶，还是要巧克力，哇，巧克力那个赞呢，哇，小孩才选择哟，干啥呢？呵，小孩才选择了，两只啊，呵，再来，还有什么呢？小孩才选择啊，来买一下，不料到就是海苔，今麦这两只啥呢？呵，来。烤鱿鱼口味，些什么口味？来，这个韩式的哦，原味，买一个。这海苔这几种，这个几种，这个几种，这个几种，非常琳琅满目。还有大象口味的大片海苔，哦、这种韩国泡面小熊的浣熊口味的啦。哇、哦，这些巧克力球，搞到买这，哇！哦、这件啊，我看了抹茶小熊，透价被压高。这抹茶小熊，这唔知好食哦。看在被压高科的情况之下，带走了。好，结账。